炎亚纶和吴映洁结婚后再度合体，出席品牌活动，今天没有亲亲，不过 CP 感还是甜甜的。送过彼此最好的礼物就是彼此。他送过我最好的礼物是一顶帽子，是我自己选的帽子，一点都不浪漫啊！你再问我一次。彪哥就送 Hermes。哦，我们。因为你看，所以焦哥今天才有六个通告啊。哦，我觉得婚姻跟做艺人一样，带给人很多梦想。然后我觉得去支持这个梦想也是蛮好的。嗯，只是我自己倒没有那么急。我觉得能跟好朋友一起，长长久久，是我觉得另外一种浪漫了。哎，我身边很多人都说，虽然我知道这是假的，但是好真哦。万一会真的，我们请客应该没有人会来吧？会啦，一场骗局。不一定啦。我们不把话说死，哎呦，你要把话说死啦！好好好，现实中第一个有多少趴？你认真问这个？你认真问这个？87%吧？你在骂他吗？没有，我在骂这个几率。我觉得我们就是最熟悉，最真的很熟悉彼此了。他说不要把话说死了，那我就顺着他吧。我们两个只要在场，就是我顺着他，没有他顺着我的时候。好呢。